全球疫情影响下，福音是唯一的出路。由香港福音圣会、以勒基金、华福中心香港区委会和影音视团联合主办《逆境同行真的爱你》音乐会及报道会，传承多位牧者激励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心。5月9号音乐会有世界各地歌手，包括香港歌手关心妍、卢叶薇、高浩正，连同高永文医生、张玛丽院士和笑声港员林以乐博士。5月10号母亲节报道会，特别嘉宾有蒋丽萍小姐、胡志远医生和李炳光牧师，为逆境中的香港注入正能量，并同时赞颂母爱的伟大。基督徒可以藉住疫情让危机成为契机，邀请身边未信的亲朋好友一起看，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逆境同行真的爱你福音祈祷会，邀请一众牧者和基督徒一起以祷告守望。我呢啲做餐厅嘅，上年已经生意差噶啦，依家更加冇客啦。我啲同事啊，开始咧轮流放冇薪噶，迟啲实俾人遣散啦。我哋手停口停噶，唔通真系冇出路？唉！我以前咧系揸的士嘅。不过现在没有生意了，就转行送外卖咯。不过呢就没有以前赚得那么多了。唉，我还要养起整头家的嘛，难道真的没有出路？唉，我呢就做这个导游的，去年呢已经没有人来香港玩了，今年不用想啦，边度都不用去。唉，唔通要转行？但是咁嘅时势，仲有人请咩？唔通真系冇出路？唉！我今年 final year 啦，毕唔毕到业都成问题啦。唔好讲搵工啦，毕业就好似失业咁，唔通真系冇晒出路？我有间铺头仔咧就卖衫嘅，做街坊生意啊，但系咧做咗20多年啦，都从未见过而家咁嘅市道，个个月白交租，唔通我呢20多年嘅心血就咁样结束？唔通真系冇出路？唉！大家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呢？但是我们知道福音就是人的出路了。耶、yeah! 福音才是人的出路。又邀请各位一起低头祷告，多谢天父的恩典，福音才是人的出路。从刚才的话剧里面，我见到神你仍然给人有出路。想回到在创世纪，当亚当夏娃失败之后，我们的神你来到我们的面前，你说魔鬼要受到打败，你要赐下女人的后裔，就是日后要来到世界上，在十字架上被挂起的主耶稣。多谢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人失败软弱的时候，神你的爱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刚才见到，当世界的人因为
人的軟弱，以致我們今天發現到普世都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我們在香港，在世界各處百業蕭條，無論是揸的士，無論是做旅遊、做零售，我們在學校裏面的老師、學生都受到疫情的影響，但感謝天父，又知道你最初創造的時候，神看都是好的。但是當人犯罪之後，世界上的軟弱、罪惡的產生，以致今天整個世界都在神你的震怒之下，但感謝神，你說我這個稱為我名下的百姓，若是謙卑，若是尋求神的面，神你就醫治，你就拯救。因此我們的指望在乎你，我們仰賴你，你十字架上高舉的主耶穌，你在世界上的時候，國家利利海都有風和浪，但是主你一出聲，風和浪都通來海都要聽從你。我們的神啊，我們再將我們的世界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在你的時候使到人的心轉回，投靠你，能夠倚靠你，能夠勝過世界上的疫情。都求天父恩待所有的醫護人員、政府的官員，以他們有智慧，能夠在神你的引導之下，能夠戰勝這一場的疫症。我們開始知道神你自己的大能，有天主耶穌基督在榮耀中要再來，我們會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們眼前的軟弱，神你真是與我們同受感受，你與我們同在，你的愛、你的恩典繼續在我們當中，幫助我們基督徒為著這個時代禱告，更加趁這個機會將愛心向四周圍的人能夠施展，又將主你的福音能夠傳開，讓人藉著我們所舉行的福音的節目，又決心信靠你，心裡面得到平安，我們的身體都蒙你自己拯救，主耶穌掛在十字架上，從你的鞭傷我們得到醫治。我們感謝，我們交託，我們信靠，奉賴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咦，家姐企喺度啊？啱啦，而家出面疫情咁樣，唔祈禱可以點啊？阿妹，你講得真係啱啊！其實咧，好彩咧，我哋可以用祈禱咧倚靠上帝。我祈完禱之後啊，個心咧真係平安好多啊！唉，家姐，但是表姐和表姐夫就冇咁好彩啦。佢哋見去年見到香港咁亂，唉，諗住早啲移民過美國啦。但係點知而家美國咁嘅情況，唉，我見到我都戥佢哋擔心啦。咁你唔叫佢祈禱？點祈啊？佢都未信耶穌。唉，早知係咁，應該一早咧就帶佢哋去報道會，叫埋佢哋信耶穌。咁但係咧，如果佢咁樣樣，咁點算咧？阿妹，你唔使煩嘅，我有啲好嘢介紹俾你。咩啊？你有冇聽過咧？5月9號和10號咧，有一個叫《逆境同行，真的愛你》嘅音樂會同報道會啊？冇喎，就算限聚令完咗，我都唔敢去人多地方啦。就算係去，表姐都去唔到啦。明白嘅，不過咧有一個好消息，呢個報道會咧係唔受限聚令嘅限制嘅，佢係全球網上嘅報道會嚟嘅。網上報道會？網上演唱會我就聽過啫，網上報道會真係冇聽過喎。啊，咁樣啊，我 send 啲資料俾你睇下。嗱，呢度呢啲資料咧，我而家即刻 send 俾你，你 send 俾表姐同表姐夫啊。我點止 send 俾表姐，我 send 曬俾所有我認識嘅人添啊。嗱，未信耶穌嘅就鼓勵佢哋要去睇嘅報道會，信咗嘅就叫佢哋幫忙 share 出去啦。好，我而家即刻 send 俾你，唔使怕，好嘢一定要 share 出去嘅，特別係同福音嘅好處有關。我而家即刻 send 俾你，快啲啦，快啲啦 ，send 咗啦。唔該曬家姐。嗱，你睇下。我相信喺呢個疫情嘅肆虐底下，使到我哋感覺到好困擾，亦都好被困嘅感覺。但係可惜有陣時，我哋連基督徒都感覺到被困，冇機會接觸人，唔能夠傳福音。求主幫助我哋努力嘅熱心去為主宣揚福音。我哋低頭嚟祈禱，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喺我哋被捆鎖、被困擾嘅時候，我哋要學習嚟到係超脱呢啲嘅一切。我哋知道誰能使到我哋與基督嘅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
难道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我们知道这些一切都不能够使到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神啊，求你就与我们同在，超越这些一切，因为你是释放我们的主，你的爱激励着我们，叫我们有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们挺起来，免得我们疲倦和灰心。主，你激励我们，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单止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感觉到好像是被捆锁、被束缚，我们得着自由，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是能够释放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就将我们自己交托你，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姊妹侍奉的心交托主，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蒙恩的人，以至我们实在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超越这些外边给我们的捆锁的感觉。我们要努力的为主宣扬福音，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给我们的大使命，叫我们在这个的疫情的当中，不是只是专注自己，我们在各样的事情那种的缺乏、那种的限制，我们想出很多的方法，争取很多的机会，制造很多的桥梁，以至我们去到朋友的身边，在他的不同的机会当中来到去接触他、鼓励他，成为他们的祝福。主，感谢你，我们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交托你，保守我们爱主和事主的心，叫我们在生活上面已经成为美好的见证，叫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我们要努力热心地天天传扬福音，求主激励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啊，看来香港的疫情真的受控了，确诊的数字都越来越少了。看定一点先说，你看外国的数字真的看到心都来啊。唉，你又不用这么灰的。不是我灰啊，现在全世界好像一个循环一样，之前我们有人确诊，现在外地有人确诊，之前我们有人抢厕纸，现在人家都抢厕纸，之前我们滥炒，现在全世界都在滥炒的。唉，你不要这样说啦。唉，不知道何时有第三波呢。猜我习主。唉，其实呢，我们人真的很渺小的，以前我们努力争取，以为可以过些自由的生活，但是现在原来拥有健康的身体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想要人出去吃饭都不行了。虽然我知道有时自己真的很没用，但是不是无助，因为我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嘛。那即是怎样啊？虽然我们有很多事都做不到，但是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反而是盼望的开始，因为神的大能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的嘛。这些我在圣经上面都有听过，但要实行起来真的有点难度。好，我要靠住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还有啊，你不要经常乱讲嘢先得的嘛，不可以讲咒诅人的说话，要讲多些恩言先得的。知啦知啦。各位弟兄姊妹，刚才看完了一个这么短的剧集，其实大家都知道呢，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是这么多的冲击的时候，特别现在疫情都是肆虐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呢来到去仰望依靠上帝，因为呢我们知道呢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依靠上帝的人呢是有福的。好不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祷告仰望我们的上帝呢。我们同心祈祷。掌管万有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世界变成怎样，你都是与我们同在。多谢天父，我们见到这个香港和全世界不同的地方，虽然现今仍然是有疫情来到去肆虐的时候，但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确是很渺小，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你大能的作为呢，必然将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逆境能够扭转过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你也是独行其事的上帝，你是有计划做每一件的事情。我们深信有一天你会将这个疫情来到去止息，所以我们知道仰望上帝依靠你的人呢，我们的面上是不会有羞愧的。多谢天父，在今时今日，当我们人心虚怯挂虑，甚至是失望苦涩的时候，更加提醒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睛转移仰望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神你是那位大能的上帝，独行其事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在困难的日子当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呢，我们是有盼望，是有指望的。我们多谢天父，再一次我们祷告仰望呼求你的名，祈祷感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喂，好抵食喎，买一送一，快啲 send 俾人先。哇，呢个故事咁励志，要 send 俾阿仔同埋同学先。丽姐，喂，你咁样 send 嘢俾你个仔得唔得噶？个仔会唔会反感噶？你冇讲喎，我周时都 send 嘢俾佢啲同学噶啦，我仔仲俾个 like 我添啊。哇，你好掂喎，妇女群组你又得，年轻人群组又得，譬如长者我都得噶，我奶奶中意我 send 俾佢啲灵修啦、土文啦，佢又 send 俾啲朋友噶。我仲有咧咩 Facebook 啊、IG 啊啲，我将啲合适嘅嘢又 send 俾朋友睇咯。哦，嚟紧咧5月9号和10号有个逆境同行真的爱你音乐会同报道会，对象系全球华人，网上直播噶。啊，唔知喎。咁所以咪就要揾你呢啲相识满天下嘅人帮手做下宣传咯。吓，唔识喎。好简单啫嘛，嗱，你平时点样 send 嘢俾人，就系咁样样 send 啲嘢出去就得噶啦。我识，咁你 send 俾我啦，我再 send 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啦，咁咧叫人咧同得福音好处啊嘛。嗯，好好好，咁你 send 俾我啦。我而家即刻 send 俾你，即刻 send 俾你。系啊，好。收唔收到啊？收到收到，我话叫人同得福音好处啊嘛。好啊，咁唔该晒你，麻烦晒，麻烦晒。唔好客气啦。大家剛才看了一條片，這條片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去發給其他人，但很重要，我們在現在這個抗疫的期間，我們在限聚令當中，我們很多時候在家裡面都是看片的。現在是一個新媒體的年代，我們跟我們的朋友圈，我們會發放很多的訊息給他們，互相影響的，甚至乎做媒體不需要很專業的，每個人其實呢，只要你有心就可以去做。所以呢，我建議大家呢，將把握時間，能夠將一些好的訊息、好的節目、好的內容，好像現在接下來我們會做的，在母親節這段時間裡面呢，將我們現在做的節目都廣泛發給其他人。那呢，我們希望生命影響生命，用新媒體來發放這個影響生命的訊息。我們一起低頭祈禱。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当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个新媒体可以共享的时代，但愿我们能够将爱的信息，将智慧的信息，将能够对生命能够追求美善，我们能够是生命可以丰盛的方法都与人分享。但愿来的日子里面，当今天我们去互相分享的时候，就產生到祝福，讓新媒體我們能夠互相彼此達成生命，影響生命。天父，願你的活水江河一樣的信息臨到我們當中，讓我們不單止自己領受，亦都是我們有心去關心我們所愛的人，讓更多的人得蒙祝福。但願今天我們在你面前所領受的，在這個抗疫的日子，在我們接下來的日子裡面，包括呢，我哋喺嚟緊，我哋有兩個嘅聚會，都係咧係逆境同行。我哋咧希望能夠咧係表達愛，表達關懷，
我们能够在母亲节的时候达到真的爱你，将因为你是爱那位的主，让我们能够向天下父母亲来到去致意，也都让我们愿意通过新媒体将爱的讯息通过点击发放给更多更多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所关心的人。多谢你，愿藉着新媒体祝福天下。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誰不跟你說著了，就這樣，我現在正在搞家居消毒，就這樣，拜拜。是的，死了，我忘記了我抹到哪裡，噴到哪裡。哎呀，這是什麼紙巾來的？官姐她暈得我的。哎呀，你不要噁心了。喂，你做什麼出來啊？你快快放火，你在隔離的，你走。我就死了。蛤，你沒事啊？你確診啊？你不要怪我。我快要死了。哦，是這樣就是吧。唉，你真是嚇死我啊，家裡有老有嫩，有什麼事我們全家要進去檢疫營的。麻煩你快點回房間。我出來找東西吃而已。找東西吃？家裡的東西被你吃光了，公仔麵又吃光，米都快沒有，只剩下一卷而已。那你還說快出去買吧，好肚餓啊。我好驚啊！隔九條街有個確診咗啊！佢都入咗院兩個禮拜啦，好小事啫嘛。哎呀，唔得，我真係好擔心啊！我兩個禮拜瞓唔到啦。咁不如我幫你去買啦。喂，唔好去啊！哎呀，你戴住手帶㗎，你千祈唔好去啊！俾人見到告發你，拉咗你咁點算啊？唉，仲有四日先可以出去。哎呀，其實我話你聽啦，你滿咗14日，我都好驚你噶。你呢啲喺外國翻嚟嘅，無啦啦又話冇病徵又確診咯喎，有一啲咧又話醫好咗又賴嘢喎，所以我唔該你，千祈唔好出街，快啲翻返入房。唉，姑姐，我喺屈喺屋企屈到就嚟屈死啦，點解得出去仲抑鬱過我噶？唉，我都唔知點解啊。我好似冇曬盼望，前面好似冇路可以行咁，好似冇曬將來。其实为什么你会没有盼望的？我小的时候你经常跟我说到现在神都会帮助我们的。是我跟你说的。但是现在这样的时势，唉，我都搞到没有心机了。你以前还说沙士点恐怖点恐怖，但是神都帮助我们。是我还跟你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咯，那你还有什么好愁啊？是咯，我愁什么呢？我日日夜夜睇埋咁多消毒資訊，都幫唔到自己，仲越嚟越瘦，喺度吟吟沉沉。係喎，與其吟吟沉沉，不如向上帝祈禱喎。我以前成日同你阿嫲講嘅，但係自己依家都唔記得祈禱。係咯，姑姐你都好耐冇同我禱告啦。唉，係咯，我哋唔好理啦，我哋一齊祈禱啦，求上帝賜我哋平安，好唔好啊？好啊。主所赐的平安不是我们理解就是没有意外事件就是这么简单，而是很广泛的。他说心灵上的平静安稳，是凡事交托的轻散，与人相处的和睦都是平安来的。还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站稳镇定一些，并且能够全然交托给主，能够依赖他，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一起为现在的情况里面，为人心灵里面需要得着上帝的说话来到祈祷。与人同在的主，今天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因为病毒的缘故都呼喊着救命之声，他们在寻找谁呢？主啊，众人都陷在惊惶失措中，又好像热窝上面的蚂蚁，盲目地四处乱撞。主啊，他们在寻找谁呢？主啊，人在慌张无助之时寻找拯救者是从心底里面发出的，在惊惶失措之时渴望得着平安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知道去哪里拼命寻找出路是人之常情。主啊，哪一个是拯救者呢？主啊，谁是平安之主呢？主啊，谁是唯一的出路呢？这些自然的反应，真诚的渴求，原来是人在寻找神。求主施恩，让人可以寻求神的好信息，
要传遍普天下，为世人打开救恩之门的主，求主施恩到底，使陷于困境的人有恩典听闻天国的福音，有恩典认识拯救者，能够听闻平安的福音，有路向回归上帝，寻得着永生之路。但愿这平安的福音能够传遍普天下，对万族万民作见证救主已临到的真实。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全球出现末世危机，心灵需要安慰，造就祝福。由香港福音圣会、以勒基金、华福中心香港区委会和影音视团联合主办，逆境同行真的爱你音乐会及报道会，激励信徒传福音。五月九号和十号下午三点半，创世电视 MyTV Super 602台、创世电视 YouTube 频道同步上线。万众同心齐抗疫母亲节献礼，抗疫八日，身在美国西雅图的乔妈，作为家庭精神支柱，见证上帝的大爱，分享逆境中建立喜乐家庭。